高兴今天来到鸟巢，和五月天一起来到鸟巢，很感动，因为在上一次也是在这里，我跟大家每一个人一样，是坐在台下看着五月天，然后忘情的挥舞，忘情的合唱。但今天我觉得很幸运，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唱。我觉得王源呢，其实在这几年成熟很多，而且其实我们都会就是从那个微博上啊，然后看到你很多的作品，包括了你刚刚结束了你自己的个人巡演。是的，是的，很成功。然后所以呢，今天无论如何呢，要邀请你来鸟巢和五月天一起合唱。好呀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某一天，某一刻，某次呼吸，我们终将再分离。而我的自尊里曾经有你，没有遗憾的失去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最嗨的热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源，很高兴，很高兴今天来到鸟巢，和五月天一起来到鸟巢，很感动，因为在上一次也是在这里，我跟大家每一个人一样，是坐在台下看着五月天，然后忘情的挥舞，忘情的合唱。但今天我觉得很幸运，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唱。我觉得王源呢，其实在这几年成熟很多，而且其实我们都会就是从那个微博上啊，然后看到你很多的作品，包括了你刚刚结束了你自己的个人巡演。是的，是的，很成功。然后所以呢，今天无论如何呢，要邀请你来鸟巢和五月天一起合唱。好呀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某一天，某一刻，某次呼吸，我们终将再分离。而我的自尊里曾经有你，没有遗憾的失去。唱得真的很棒。我有一天来鸟巢，五月天可以来当我的嘉宾吗？哎，一言为定。那我们来合照，做一个记录，好不好？好。鸟巢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Hush。嗨嗨嗨嗨。Hello 鸟巢 ，Hello 北京，我们是宇宙人，你们好吗？我们前一阵子才刚完成一段巡回，然后从重庆飞过来北京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因为这次获得实在太多，所以我们已经很积极的准备安排下半年的巡回，希望在北京可以看到大家，好不好？能东飞到外，不想听